因为他觉得最近这个今天的一天物他的朋友需要、哦、他听过了，可以他想send给他朋友。嗯、好，就下载 SPH Radio App。谢谢 Andrew 哥。嗯嗯。路况方面，这个路段车多 ，ECP 往市区方向，在 Stereosoft 的出口还有 Ford 的出口之间。另外 ，New Upper Changi Road 往樟宜方向，经过 Bedok North Avenue 3发生了交通事故，避免使用左边车道，小心驾驶。